我们后面的阵仗就非常的大，请问你们是？ 桃园的永丰高中，而且他们也是史上最强。听说我们这永丰高中厉害喽，他们这个学校可以说是三箭的冠军。哪三箭？三箭，这三箭啊，就是很超。很超了，还有嘞？超什么东西？很超什么？没有啦，我唱给你听。哪三箭？剑道。 哇，厉害！射箭，还有什么？西洋箭，西洋箭，对。刚刚这个三个箭啊，都在我们全国的这个高中里面算是数一数二的，是啊，都是最强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三箭都在第一名之中。哎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既然今天讲三箭啊，我们就能今天呢赶快呢介绍来宾之后给大家看一下精彩的表演。好，第一个是Jackie。 好，北斗神拳，好，继续欢迎。女生，你以为是顽童？顽童。我掌声欢迎小狼。耶！我是小狼。好，我们这边今天没有北斗神拳，但是请来一位士官长黄雨柔。还有另外一位女生很有战力的是彤彤。 加油一下！咱们这个永丰高中呢，有啊，我们刚刚讲说有唯一一箭呢，今天会出现呢，就是我们的射箭队。预备！第一箭，这个这么小的气球，这么远呢！ 输了队伍呢，必须要接受惩罚，这是什么？也就是要吃这个蛇皮呀。对，这个我们蛇皮也拿来吃，脱了皮之后是软的哦。刚刚叫人家那个脚皮抠下来吃算了，你知道蛇皮有很多细菌呐。脱了皮之后的蛇皮有什么功效呢？它的功效就是压惊。所以今天我们的少年队出发。 我那叫板呐！快点啊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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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会使他成功过关吗？还是会有惨败的命运呢？艺人要挑战有功高中最有名的西洋剑喽。首先，女艺人将柚子高高抛出，而男艺人则要手持西洋剑帅气的刺中柚子。共有三个阶段可挑战，并且有高额的奖金要送给大家哟，大家加油吧！杨剑插文蛋，哎，没错，这个关卡的名称呢非常的浅显易懂，哎，但是啊，我刚刚询问了大会了，终于了解了这整个的游戏规则。是，待会呢，男女生一组啊，女生在黄色地毯那边丢，对不对？男生可以先在这边试一颗，第一颗，对，先在这边试一颗，然后呢，一颗完之后就要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呢插中的话就有1000块的奖金，而且同时你如果插中有1000块奖金，对不对？还可以挑战10000块的，10000块的，如果10000块太夸张。好，来了。胜利的 pose， 好，所以我们有没有人可以挑战到10000块呢？好了，你是对，你只有这个最近的距离是可以试一球的，好不好？这个试有没有中都没关系，这个有没有都没关系，最主要是这个，好不好？来，谢谢队先来。好，我们先办，我们先办出的这个搭档厉害的红牌，祝白丹以及王头，加油，王头，丢好哦，哈，找一找就发给啊，用力啊！你不要拼，等一下，你不要拼，你做的啦。你看，他一讲完同学这样。好，预备。第一球都中，对不对？他已经有1000块奖金了，后面那个再插中就有10000，要不然就只有1000。我跟你讲，你就死全力往前丢，好帅哦！这反应好强哎，全力，加油！所以我跟你讲，这关卡除了男生要会接之外，女生丢也很重要哦。他腰还闪到了，你是老人哦，闪到。没有啦，其实正确的还是要这样子会比较好啦。没有，但是有些女生人家这样力道会不够，不然他就是拿着哎呦，这样子甩的。对。對好，有目前我们累计1000块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换人不对。换人吧。黄玉郎，扬威起飞啦！朱凡刚第一颗就中了，加油了，姚安！厉害！这个真的抛得好哎，这个真的这个是真的抛的，也别乱甩啊！这真的打中是真的会倒的，这个也有2颗机会哈。安琪、朱凡说那个黄玉郎中你过了的话呢，奖金一人一半哦，对，好不好？所以加油啦！好，预备！为什么找我队长的脚？我那个是布啊，断掉了。对，这个失败。是的。接下来我们这一组要派出的就是呢，虽然他不擅长用剑，不过我们还是要派他。我们要派出的是地球最强的男人蝙蝠侠王少伟以及小狼。加油了，王少！加油了，加油了，王少伟！你打棒球啊你？你剑拿着不要乱挥啦！对啊，打离他远一点，他会乱挥哦。他不真的。我不知道枪在你。
插的好，他丢的超好，他丢的超准哎，他就接着丢过来哎，不瞒你说，他丢到我的肩上面了，发现我都还没准备啊，我手一拿起来，柚子就插进去啊，那这样都没有练习到啊，你要到后面去争夺1000块，好，预备。男的我们就开你了，没有没有，我们就继续回来，他就继续停着，我们看下一棒，因为他很帅，我们就尽量维持这个 pose。好，接下来的人不对的这边呢，要派出的就不能再拖动，没有这里没有镜头啊，不要靠近，不要拍到，我们那一台会拍到吗？不要，要近一点，这要防火，我们要比赛啊，然后你就这样放开啊，你就这样停着啊，停着啊，好。好好，接下来我们这边要拍出的是许梦哲以及小林优美。哎，你们要那个心灵加油一下。没有那个，互相加油啊，加油加油，干杯！哎，奇怪，我跟你讲，他们那个很厉害，他们女生啊，干杯的也是加油的时候都这样子，加油加油，就歪个头就好可爱哦。好可爱，加油！哎呀。哎呦！哎，截至目前为止，大家第一颗都插得到哎。啊，我都没有把握中哎。徐梦哲，你一定要插到。目前为止，我们是落后的。往斜前哦，斜上。哎呀呀！哎呀呀呀！啊呀！等一下，我觉得他会丢来这。你要看我这个方向，也是斜上。我觉得他会。后者小林这一对才子佳人，能否凭着绝佳默契成功拿回奖金嘞？我觉得他会丢来这。你要看我这个方向，也是斜上。我觉得他会丢来这，真的。小心啊！小林优美这组也是得到了1000块钱奖金而已。好，接下来就厉害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平平都是日本人，会不会有一样杰出的表现呢？如果他没有那么杰出的表现，可能下个礼拜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就会重新再这个换阵容了。没错，接下来你们派出的是麦伊。要在黄线后。麦伊，你丢的时候我要听到有那个的声音哦，很用力哦。好。蚂蚁要从上由下往上丢比较好。有啊，好危险哦，下到边好危险，是飞到眼睛。飞到了，真的飞到眼睛了，好酸哦。来来，现在平手，两球的机会，第一球。是啊，厉害。你好久哦，好香，尽全力，好，呀呀，杀杀杀，啊杀！哎，对女生来讲有点远，对，真的要正丢了。啊，好可惜哦！哎，但我刚还蛮有信心的，对，不错不错，我们学生专家目前累积已经有2分了，真的。我们来看我们，好，剩下我以及孔孔。好，到底王仁甫会不会成为第一颗插不中的人呢？好，来加油！好，轻松，丢得好，轻松轻松，好，一超加油！王仁甫这边，好，我们就上来。他丢的不够远，但是你救回来。一万分，加油！他
这压力好大哦。哎，大家往后退，大家往后退，很大哎。拿出你吃奶的力气，使劲的丢。哇，其实宠物很像奶。哇！没啦，失败啦。最后一个就是要看女生有没有办法去魅力啊。对，所以这个关卡是两队以2-2平手。下一关。最近要跳人人一关，男女艺人必须站立在晃动的浮板上跳人，连跳两下就是过关了。但是如果没有默契的两人是没有办法过这一关的。不过男艺人们呐，千万不要趁机乱吃豆腐哟。好，这个点的，那个，单人绳子两人跳不落水即过关，明明就是水上双人跳绳这么简单而已，要讲这么复杂。好了，但是要连跳两下，因为他那个绳子一拉起来啊，就感觉上已经是很短，差不多快要到极限了。你们自己加油，等到哔哔声开始之后，下面的魔王就放手了，两下才过关。你们第一组失败了嘛？是，他接下来轮到我们了，我跟蚂蚁。好，你们两个是最具过关相的，有没有信心？500文，有没有信心？没有人理你。有没有信心？500文。Baby.
他们采取面对面的跳绳，但是按照我自己的感觉，我觉得两个人面对面很容易口掉下巴，或者是口掉鼻。对，这个想。好，因为我身高180，但是你们口掉膝盖，因为你们要这样跳啊。太久了啦！三个
换四个字，四个字，四个字啦，我们有好多字哦。我们有四个字，好，再来五个，不厉害哦。哎呀，糟糕了，这样我们好紧张啊。修狠魔王跟下水是必有，但是各位女艺人下水也要美美的哟。这边就派出王冲，好厉害哦！王冲会玩吗？你不会玩啊？好好，那我们来抢抢点，抢抢点！来，我们应该是第一关是定九，九岁的毒后，对，十九岁你是你的温柔，其实是很爱毒的。王冲一看就会玩，所以我不用教了。好。杨倩，杨倩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你们先喊。两个六，两个六。三个四，三个四。我都不用教。四个四，你输了。三个二，完了，输了，都没有二，三个二，三个二，一模
姐，我告诉你，我要赢你根本不用动脑。对，因为你根本不会玩。完蛋了，太大了啦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，一定输。这个牌烂，这个牌烂，这个牌不好。来，姐，你不要那么信呐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你先。两个二。完蛋了，我们还在一个三个三。完蛋了，输掉了，输掉了，哎呀，完蛋了，三个六。哎呀，你怎么还这个？一定要被抓的，我们怎么可能啊？完蛋了，要被抓，要被抓了，输了。少年的工作也大放送，全国同学要服喽。那现在我派出一个呢，让你觉得更有安全感的同学，就是。喜不喜欢紫环蛋？喜欢，太好了！多给你这个五个钟头的时间。看，你快离开有没有？你就看我这样手有没有？就是鼻子就这样，过去这样，开始这样。人虎的同学会来一个爱的基金雷。四个三。
你的牌真的太烂，只有一个而已。要翻圈，要翻圈。后面地主可以大力一点。一图者一关，两队队员背对背，哨音下后，看谁先抢到胯下的钱条就算过关了。失败的人则会被现场同学亲吻呐。想知道哪位同学那么幸运吗？请看。抢钱一组，站在这个只要能弯下腰来把对方撞走，拿到棒子就获胜。输的男的人呢，要给女同学亲；女的要给男同学亲。男生的欢呼就很像猛兽，你有没有觉得？没有，男生欢呼就是这种，感觉在旁边那个也是有差别的、啊。徐梦泽，我们欢迎小林优美。飘起来，好，所以呢，今天两边好好加油，女的对女的啦。对，好，来，快努力，但是麻衣不会输。来吧，麻衣准备，预备，等下先靠好，先靠好，慢点，慢点，好，听哨音哦，预备。但我跟你讲，彤彤，你不用担心，因为今天呢，我们都是给来宾福利的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既然呢，徐梦泽这么可恶的话，那现在我派出一个呢，让你觉得更有安全感的同学，就是。可是一个电影卡通明星，你们看那个超人特工队那个爸爸。那你不是？那你的？那你腰带？你腰带要勒紧一点。腰带。没有。那你做一个这个动作啊。同学，你是举重队的吗？对。哦。好，五秒钟了。彤彤，请站好，不要动。好，来。预备。好，开始。画面应该蛮经典的啊。被吃掉的感觉。好，彤彤，不要乱动，亲到嘴不管哦。感觉彤彤要咬掉的感觉，不要咬。亲鼻子，大概请嘴巴碰他的鼻子，我也你的嘴巴碰他的鼻子。OK OK OK， 安心安心。王彤，你不要加油！不行，王彤，你要加油！有很多台湾的小林优美，加油啦，彤彤！听到 BB 声才开始了哈，预备。老师，老师，上面请。你是那个教什么的老师？教体育，体育老师啊。老师，你确定你是老师？方便说你几岁吗？28。28。你28长这个样子，看起来像高中生啊。同学，你来一下。
我怎么觉得他像老师，他像同学啊？感觉比老师还哦，不是啊，他一看就是那种可能刚退伍啊，或者是正在刚出社会。可是老师好，你看起来好年对啊。刚刚买你说你刚才拉到这个是本校的校长。好，校长麻烦你先请回去了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们学校好年轻哦，年轻有为的体育老师，对不对？来来，你这边来。老师先比五秒钟，五秒钟，预备，计时，开始。画面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是要用技巧来取胜。你不要顶我啦，你一直顶我啊！哪有你整个重心往后放啊？别一直不停啊！来，公平哦，预备。林兆义，鼓励各位观众，大家听杨静讲，从这边切过去，我们看看这个阵，是不是真的很强？我觉得很强，你看为什么半分都没有？小会使他成功过关吗？还是会有惨败的命运没？谢谢。
接下来我们这边先派，我们就先派许梦哲。没有人敢对他，孙协志啦。好了，我们这个交叉进行一下，因为以往都看到的是我跟许梦，我来对你。好，不要以为你长得壮我就怕，靠边站。好，但是以这样的体型，各位同学，如果等一下要亲孙协志的，你们已经准备好了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是要用技巧来取胜。你不要顶我啦，你一直顶我啊，哪有你整个重心往后放哎，一直护顶啊。来公平哦，预备，请找一。很大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你知道他很轻松，他就直掉的蹲下去，然后起来这样，然后你这人就飞出去了。没有，因为其实我对他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要顶他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想说，因为我顶不过他，我就想说要用先快下去拿的那个策略。结果我碰到管子的同时，我就觉得有力股力量把我弹开来。没有，我只是弯腰捡东西就拿起来。好，所以孙先生，我们呢帮你找到的就是跟你相好的这位呢，就是我们这位是老师。射箭也很厉害，他以前在节目当中有后羿的后羿之称，所以他有潜质，还 OK 啦，但是没有经过精密的训练，他现在我要接受惩罚。好的，来，那老师就亲鼻头五秒钟，不怕不怕不怕，现在是鼻子没有，你要那个，你给我拉高一点，被老师碰到头啊。你们俩是压轴，所以亲的人会更特别。对，所以你们两个要先比完了才会跟你们讲是亲谁。而且太夸张了吧，全校都出动了。真的耶，这边也都是。好，来。哦。自己成功不许失败。哪有那么多？没有啦。有啦。这些都在脚尖呢。可以啦，有人亲鼻子，有人亲脸，有人亲额头。来，等一下，每个人找位置，不要彼此
亲不到来呢。换一下位置，把你从后其他上这边。对，把你请上。好，第一次，然后说占有我吧。占你。好，预备开始。又回来喽！这回艺人们可是要跳上超强力弹簧床，并且从悬空的保利龙板中穿过，不破坏板子就算得分了。面对难度又更高的关卡，艺人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弹跳跃龙门，这个是新的啦，所谓的弹床。然后呢，但是到那个地方之后，要用身体伸直，用脚穿过去就对了。你这样子跳这样，我们要用脚要咻的下去，一定要用脚要。对，好，所以这都没有人玩过，我们要派出一个就是代表勇气以及敢自我挑战的战将。好，我们这边就先派出Jackie Joe。没错，这是 Chinese 功夫。北斗神拳，最近电视常在播。对，北斗破爆破裂拳，北斗龙破斩啊，百裂拳。很好，你怕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这个派出拍这个拍过动画片《小飞象》的许梦哲，加油啦！你可以的，你就想要跳起来很高，直直的落下去，再过来一点点，再过来，往这边一点，对。成那什么？
沉浸了一阵子之后，这个就不灵了。林少英，你妹妹用弹的。只有5566可以过关。各位，到今天为止，接下来我介绍这位都还没有好好的发挥。不过经过王龙的介绍，那你要练就了，我们先休息，因为也没有也没什么了。对啊，出来一样用功。真的吗？我们欢迎月光女仙子萧弟弟。只是灵机一动，所以以后没有蝙蝠侠了，各位观众。好，好，好硬哦，来哟。你没受到力了，你太急着跳了。你太急着跳，根本没有上去啊，你都往前呢。然后没碰到板子，你要穿过去洞才可以。我们是要穿过那个圆圆的洞。对对对。对。他想要用鱼跃龙门的方式，可惜弹不够远。观众朋友，请大家屏气凝神，就在这个时刻，我们咸湿队难得可以在今天的整个关卡获得了第一分，也是所谓的超前分。加油啦！听到声音你就可以得分啦，一分分。用可爱小巴掌往你的脚底板狠狠抽打呀，那一种打完疼痛的感觉，哎呦可怜哦！哇，保龄球，
连续攻打脚底板。啊，这是中人保龄球啊！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是，我这一关哦，就是脸就是臭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从跳完了天堂路之后，这边又要专攻，你们是怎样？涛哥，你不用怕，你只要选你们那队有一个保龄球强将，王彤。保龄球爱到啊，他直接把球抱在身上。啊，输的就是打脚底板了啊，男女都要打啊。好，所以来你们先判。哟，我们先判，我们先判，你们赢那么多还不判？好，那我们这边先拍了，拍出就是非常非常有胜算。我们要拍出的是黄玉柔以及杨万群。对啊，记住的。好，预备了。好，小心哦！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很好。危险！哎呦！哎呦！黄金保龄球，我感动，因为啊，老麦看在
我想要让我过关的。我跟你讲，这颗球啊，解过无数颗的球。真的吗？想当初刘德华打出300分的时候，就是跟我借这颗球。谢谢你，感动。好，有没有看到？果然不一样。来，加油！等一下，不是这颗。原来这是干什么的？这个是在里面是什么？你是这个。哇，好奇怪，好厉害！相信有这个，而且五号有5566的加持。当初刘德华就是用这十块球打出300分的，他没有动，他是擦球，再来，我不想惩罚。好，不用你了，擦球。哎，等一下我先讲哦，你不要白痴的，真的丢出去就算了，而且丢出去那机器还会坏掉。等一下，我前面了，拜托你。好，有这个刚刚啊，全家七宝的加持。你很容易被影响，对，你呀，没有，我是加持过之后，我就有这个志在必得的心。那你要过啊，没问题。我老麦很厉害耶，我老麦可是有开研究室的耶，真的吗？看一下，开研究室，我可是有一个工作室的，你不要觉得我很瞎，我衣服做出来真的有原因的，老麦耶，你等一下，你出来打的时候，让我看看更不一样的，好，好不好？经过王仁甫的捣乱之后，王兆伟还能够发挥实力，还是会惨遭被打的命运嘞？解球专用的保龄球，你就错了。好啊，接受惩罚了。老麦接受惩罚。说得好，不听老麦言，吃亏在眼前。接受惩罚。我都是王小伟。没有。变态！变态！你是变态啊？对嘛，变态。好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再接再厉，好不好？真的很痛。很痛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再接再厉，接下来换你。你要两只脚，不怕你来吧。这个要处罚，要用力。两只脚啦，轻一点啦。没有，你问 Jacky 要不要用力？就刚才那种力，就还蛮大力的。你要一直这样打高哎，不能两只手这样下去的。我很痛哦，不是很痛哦，你这样感觉要打地鼠。伸出来，这一点啦，不要摸啦，快一点啦！皇上每次轮到你玩都很久哎。轻一点啊！为什么每一关轮到你都这么久啊？哈哈哈哈哈！轻点够了！轻点！轮到仁甫队了，你们派出的是？我们派出的是对保龄球已经这个花了一辈子在研究的老麦。没错，我就是老麦。
老妹就是我，我的工作是在那边，叫做老麦选手。没错，我是驻场教练老麦，接下来又为各位示范了。老麦，你现在还有心情吗？你等一下给他烫一下，刚刚我被苹果烫了啦，好痛哦。好，所以要配谁？我配的话就是像非常厉害的老头。老头。要老头，老头老麦是吧？老头，你先，我来帮你解球。我先。因为我叫老麦，老麦就是我，我有一首主题曲，沙滩老师在麦，老师叫我老麦，老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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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错，我就是老麦，要解球嘛，教我就对啦。好，天空最后一句还没唱啊，你会打保龄球了吗？你会打保龄球了吗？我接下来要拿出我的祖传秘方了，我老麦呢什么不多，就是球最多。接下来我要拿出我祖传的传说中十七棒的黄金火龙果。好，要站着丢哦。好，不要捡回来哦，这扇子爷爷出错了吗？专心专心。好了，你一定要加油。好，为了我们的招牌着想。好，因为我是老麦，老麦，我一定要打出一个 strike。妈妈电话。报告总司令，是。好，慢点，我老麦一定全力以赴。是 strike 是吧？没问题。总司令有交代，要我一定要打一个十球百克。来了，
你先。有策略吗？没有策略，随便你丢，不要丢这个双冬花园给我就好。那我可以行动吗？你就往中间丢就对了。哦，好。那现在旁边两只怎么办？那就代表我们运气不好。这样懂了吧？我就不相信那么衰。好。今只有打个帅来救我自己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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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了保护江西。等一下！我是这边的总教头。因为那个老麦已经被辞职了。你是老焦还是老低？你是麦老吗？麦老不是老焦。麦老吗？我是老焦弟弟。老焦弟弟啊。老焦弟弟，请问你有啥事？这个球非常重要，这攸关的你这一集这一关能不能得到这个分数。哎呀，老焦您厉害啊！所以我跟你讲，要不要我指导一下？不需要，我指导一下没有问题。没有没有，不需要，因为这边所有的教练都是我教的，包括刚刚那个老麦，老麦也是我教的。那你去旁边再教你的老麦吧。没有，我一定要讲解一下这个球。你的老麦啊，连那个球也都丢不好了，你这教不好。那个是另外一个跟我没有关系，真的吗？我跟你讲，这个球要怎么打？怎么打？就是这样，拿起来之后，因为你这个球不一样，我要教你的是特殊绝招啊！你要移过来这里，再移过来这里，再移过来这里，打斜的。然后呢，这个球打斜的时候，它就呈现一种闪电的状态，把球全部打倒。救护车！你不要乱穿人家的衣服啊！走走走走走，老麦，老麦呀！晚上我那个我儿子有点问题啊，对不起。我要当老王道人家的衣服啊，真的有老人的逼你，怎么会这么疼啊？好，来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制胜分，加油！怪我自己没有解到这颗球，东海大学你完蛋！等到哪一关我有报仇的机会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要让你死！不要在那边戳了。但是没有关系，如果你们有任何疑难杂症想要好好打个保龄球的话，你们可以找他。好，所以这一关是零比零平手，下一关。精彩好笑，魔王生死斗来喽！每位参赛者跑步成功版，并且不被苦苦追赶的魔王撞落水中，在最后奋力跳上黄蜂版就算过关了。每位一人各种爆笑动作，花招百出，各位看官请看。好，魔王把你撞下水。好，来，我们这个经过了改良之后啊，不但就不只是这个薄的板子了，中间有加了两块这个大补板，但是上面涂满了油，所以很容易就会跑到那个地方会咚咚。有，不要再骗人了啦，我们都知道你们计谋了。但是呢，我们手上没有油，只打蜡而已啦，蜡而已。我们手上这个也要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要谢谢的是统统去夏威夷送给我们。许梦哲没有带呢，因为许梦哲不需要带，他们两个是心灵相通。对，他也没有带啊。没有，刚才啊 Jacky 说他那个董彤真的非常贴心，他说这只要去夏威夷住饭店都会有送。谁讲的？乱讲。好吧，所以呢，还是谢谢董彤。没有，董彤真的谢谢董彤。起码这是空运过来的，好不好？好。
所以呢，我们先派出第一个，也是示范，也是正式，好不好？我们派出第一个就是 Jackie Joe， 叫叫叫叫，小心你的小红内裤啊，在听到掉下来了，听到 B 就赶快跑哦。示范，因为他会过，我们要派出这个人是从来没有人认为他会过，但是他会过的许梦哲。许梦哲为了本节目可以说做了相当大的牺牲，像鞋子是缝三针，但是他多了我五针，他有缝八针，所以他叫做儿童八针狼。对，现在速度哟，准备好了，八针狼的许梦哲，听 B B 声，预备。许梦哲一定是第一。接下来我们这边派出的是 Kobayashi Yumi， 耶耶耶耶 ，Kobayashi Kobayash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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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umi Kobayashi Yumi Kobayashi， 哎，可爱的，可爱，来这边 ，Yumi， 要往后看 ，Start， 预备，go。既然这样，让你们看看什么是果冠。我们这边派出的是蚂蚁，你真的太高了，听到一声哦，预备。一定扶不起来啊！是啊，那好。那你不用怕，因为你很 man。好，预备。你这个跑多变蛇形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天哎！哎，他跑得很稳嘞。他跑过了，可是他竟然没跳到哎。怎么办？都没被追到。很难很难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这边派出的是王彤。但是他不逼也没办法啊。
国的。串通，还有我这个计谋是吗？对了，是我。玉荣，玉荣，黄玉荣，来，玉荣。你刚那个个人主持节目差不多三年多，我没有看过人家主场是欢迎黄玉荣，他说是。黄玉荣列兵，谁的就很帅啊，然后你怎么会？好，来，黄玉荣来了，准备。好，听到哔哔声就开始，预备。哎，这次模仿好快哦，黄玉荣也快，他也快耶，这个好快哦，我的妈！还有谁最后吗？最后了，最后了。我们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得半分耶。不是觉得你们那队很强吗？不是说你们那队有多猛吗？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就是在证明我们有多猛。我们派出这一个人可以得到两分，也就是跑回去之后还能够跑回来的强项。我们派出的就是孙先生。奇怪，我跟你讲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凭良心讲，从这边切过去，我们看看这个阵容，是不是真的很强？我觉得蛮强的。怎么半分都没有？今天还会拿几一关的？有，只有一关。哦，杰志加油了！加油！好，预备，听声音了。哎呀！他完全输在底板上了。这个魔王腿很短，跑不快。那我们以后都要指定那个魔王。对。好，接下来。好。我们接到一半了。是的。不用了。我最讨厌人家穿军制粉红裤了。金少一完了得一了没？哎，你们摆整齐好不好？你没看到那个很歪吗？来，金少一你没？很奇怪，就是在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确定的之下，然后他叠上去，也不知道要不要给他分数。对，好走。所以呢，这个人不对是以2-0获胜。所以呢，今天呢非常的开心呢，因为呢我们两组比赛下来，今天人不对是以4-0，所以我们以4-0获胜。这可以说是压倒性的胜利啊！但是只能说杰志队输了心服口服，因为今天我们真的是太拼了，从头拼到尾，可以说是奋勇抗丢脸，我到底是丢脸哪里不丢脸？啊，丢脸，小弟弟，丢脸，丢脸。他讲很多输的心服口服这种话，我以你们的，你们被反而蝙蝠侠有没有？我一直在想说，奇怪你们那边怎么那么强，会有一个那么厉害的人物？对，结果没想到现在，哈，我庆幸我们这边有小飞。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这个部分应该是接近尾巴的部分，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刻下去了。好大，你拿的太大了。对，好大，下去。没错，这个象征的就是帝王，因为以前在打仗的时候，你如果表现的越好，吃的就是越好。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个来犒赏自己。一、二、三。所以马生，你怎么看我姐妹？快点，快点！对，都好烫哦，好臭哦，真的臭哦，臭！你赶快吃啊！我告诉你哦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他应该是近3到4个礼拜来，大概只得一分或两分而已，对不对？有一分到两分吗？有一边得一分。你们那队有一个王少爷，真的好可怜。好，恭喜先生队施舍给王仁甫得到10万块的奖金。